高血压的药里面有个什么东西，哎，小兰你好，所以我就关一下。你干嘛？
你跟潘姨多起来啊！有，我带有拍，带有拍，带有拍。我不好意思哦，是不是？就躲起来。有用，结果我一个朋友告诉我，他你要吃，你帮我买的那个什么银杏吧，银杏，我吃一年吃一顶，真的就好了，明明有了，现在没有了。年轻人，我不瞒你说，我这里有，我跟你说，七八瓶不是，我跟你说，我还有两瓶过期，只剩两三瓶。你可以吃嘛，有两三个月，一天吃一粒。 你这台美国来的是不是啊？美国来的，一天吃一粒，他的40个单你，台湾只有30，台湾那个一颗就不行。过期了，已经过期了，是3个月。几次？看这个毛病的人很多。很多嘛。现在台大医院那个是专家了，以前他也给他。我是问同样医生，我说那你为什么既然对有这个油，你为什么不开这个给我？他这个不能开。 见宝不及富，你这个120怎么会那么重啊？看到没有，是不是？我那个是40mg，那个我就吃一瓶哦，我只吃一瓶哦，就没有。啊，停进，停进真的长得很高啊。你们可以玩这个，昨天。 旅行才回来，刚刚已经带回来了，到西头三天。这个老年性的这个，哎，好，去哪里？西湖啊？我也中了，我也中了，不明不白。那个那个西头啊，跟那边。小兰那边。小兰那边。好像小兰也瘦掉一点，我没有了，越来越胖，胖子没有，小兰没有变。 小兰没有，小兰没有变。他们坚持穿不下。我们在小航是做有的做运动啊。哦，对对对对。礼拜五都是到10点钟才回家的。哦呦，去那个健身房。跟我们的儿子一样，你天天去做运动。气功啊。黄爱丽也是这样，黄爱丽早上5点多钟起来就跑去健身房。黄爱丽退休了是吧？退休了。退休了，他大概还没有回去吧？还在大陆吧？ 你又偷吃了，还在大陆，还在大陆，他还在大陆。偷吃，停！哦，偷吃，别吃，别吃，他说好吃的，他一直在吃，我在旁边在一个旁边。别吃一个那个。哎，来来来来来，吃啊吃啊！你们吃，我吃饱了，我吃饱了。你不要拿，你不要拿，这个很，你把不要拿，不要拿。够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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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好好，够了，够了。啊，再给他。 我看这个甜的，吃的真的。好了好了，这可以，这个很甜，绝对不酸，知道。我拍就好。快点，快点！不要急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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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
去蚂蚁，喜欢看蚂蚁啊。苹果。没有，他现在在家里啊，那个有那个墙壁那缝缝那边，他有的时候有蜘蛛。